月应该饿了，拿点好吃的给他。出来了，爷爷，要不我们今天在家里玩钓鱼游戏吧？哦 ，OK。Go， 爷爷，我们来玩这个钓鱼大比拼吧。这个游戏呢，非常的简单，我跟爷爷要比谁在60秒钟钓出来的鱼儿最多，谁就获胜啦。没问题，来吧。好，那现在马上开始。Ready Go。加油喽！耶！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跟爷爷一共有多少条鱼吧。来，大平，那我们有没有第二回合呀？第二回合，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可以同时用两根鱼竿来钓鱼，输的人只有一根了。石头剪刀布。来，那我们准备计时开始。哇塞，爷爷
为这次好像我更多。我们再来第三局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们同时蒙上眼罩，看谁掉出来鱼更多吧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加加，计时开始。扣到我的了。扣到了什么？大鱼，大鱼！我的鱼竿没了，我们要关掉。停了！哎呀，那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果是？我赢了！而且爷爷，你还把工具搞坏了，倒扣一分。下次我再跟你比。今天虽然我输了，但是我觉得好开心啊！谢谢你陪我一起钓鱼。爷爷，我也很喜欢你送我的玩具啊，谢谢你。哎，对了，小番茄们，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视频好玩的话，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们哈。那我们就下次再一起玩吧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拜拜。发明，玩具盒。